六朝怪谈收录了六朝，即自魏晋南北朝至隋末的鬼狐仙怪故事，在中国广为流传，内容分为16章节，光碟全长60分钟，并有中英文字幕选择。世间无鬼。晋人阮瞻，字千里，是个无鬼论者。人死了，当然就变成鬼咯？不！哎，一定有鬼的。没鬼的事儿。如何证明无鬼？哈哈哈哈，简单。看见鬼的人都说，鬼穿着生前的衣服。若说人死了，精神就变成鬼。难道衣服也有精神，也变成鬼吗？